17日，陈洁仪曾发微博称，这趟苏格兰之旅让我更加认识这位好朋友，相处下来觉得缘分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我好喜欢他。随后邓萃雯也转发了这条微博，并表示喜欢他就恍如喜欢一个平时看不见的自己。令网友们猜测二人是否已经出柜，更有网友直接发文称恭喜祝福等。6月20日凌晨，邓萃雯在微博发长文否认与陈洁仪的出轨传闻，并无奈表示你们想太多了吧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